以为我回到日本了，对不对？好漂亮的日式庭园，但是错，其实呢，我现在在彰化，猜你们都没有想到对吧？大家都以为彰化是不是只有彰化霸丸？虽然呢，台湾的大家都说我是台湾通了，但是我对彰化呢，其实还没有很了解，也没有来过很多次。但是我这一次呢，找到了超多超强的赏花景点都在彰化，所以这一次要带给大家彰化的赏花、花花草草的疗愈之旅。行，第一站在成美文化园区，那这边呢是号称台版的日本兼六园哦。这边占地呢有3.5公顷，有日本黑松啊，也有落羽松大道。但是呢，不止这些花卉而已哦，这边有历史啊、人文的建筑，像我现在在的这边是闽南家客家很特别的闽客文化建筑。有一个很特别的国字，考考大家怎么念？来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抢科一安三声抢，不知道吧？但还是抢抢，但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太知道。这个建筑从正上方看是两个正字形，那它有希望后代子孙都为人正直的意涵哦。好特别哦，它的树龄竟然有500年，它是500岁，超厉害的。然后这边到处都是日本黑松，然后又有很大一片池塘，看得真的超舒服、超疗愈的。我只是看到很多钱而已。对了，那你们公司前面的那一棵松树多少钱呢、啊？好像500万吧。天哪，那有500万，那一棵的1/3而已吧，就500万。天哪！等一下，一箱啊！你叫我撒钱，怎么不撒1000块？我就没钱呐、好险好险，收回来了。耶、我来到的第二站是金方园，这边离刚刚的第一站才7分钟而已哦。那这边除了很漂亮、超好拍照以外呢，有湖畔的玻璃屋，它是景观餐厅。还有很多的咖啡厅，而且呢，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植物市场，可以买你喜欢的植物回家。啊，先来休息一下。哇，好舒服！哇，我也好想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哦。你看，你看，像这个，那叫银叶秋海棠，这个我有养过，觉得很亲切，好兴奋哦。我还有养这个，但忘记它的名字了。我还有养这个叶子，但也忘记名字了。你家是森林是不是？很多植物。开动！我点的提拉米苏、苹果风铃汁跟焦糖冰淇淋，没想到它这么丰盛呢，好大哦！还有别的口味，而且这个草莓也太大了吧，太惊人了！你看它的草莓，这边外面也是落羽松的人气景点，但可惜我们太早来了，还绿绿的。我从小就在看植物，妈妈在日本学日本的花道，从幼稚园的时候吧，就一直陪她去参展比赛，长大之后也很喜欢看植物啊花，然后也喜欢收藏。我发现彰化怎么随便走好像都有落羽松跟日本松树，为什么啊？超多的哎。来到第三站，要带大家来增广见闻，来看稀世珍宝。
这里是龙胜木化石博物馆。那这边本来其实是全台湾的花店都会来这边批发这个园艺东西的地方哦，但是这边典藏了就是这些木化石，那它就是化石的一种，光是要形成这样的化石需要1亿年以上的时间，尤其是要变成这样子晶莹剔透，竟然要1/100,000的几率才可以变成这样，然后又需要1亿年以上的时间，多珍贵啊！像这个它特别看得出是树都有年轮，对不对？可是一般的年轮是圆的，它是这样子放射性的，这个是已经是绝种的树哦，超特别的。你看这个活像个一条鱼，对不对？那一般的树啊，你抛光也不会呈现这样子的色泽光泽，它很像玉，可是却又是树。那你仔细看这些纹路，就看得出来是树的纹路哦，对不对？那它的质量啊，已经比石头还要硬，又比石头还要重了。你看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颜色，而且蓝色特别的稀有，它是因为有蓝宝的铜离子在这边，然后影响它的颜色，才会呈现这样漂亮的色泽。除了木化石，又典藏特别的石头，叫做葡萄石。刚服务人员跟我讲说，它有一股磁场，可以靠近看看。我来试试哦。哎，等一下，真的有一股好微妙的感觉哦。我觉得好像有风的感觉，而且我的另外一只手也会有感觉。天哪，天哪，就是好像有一股吸力被吸住的感觉。哦，石头说有能量是真的哎，哇！好酷哦，真的有感觉。的波波草一直都是网美们的最爱，但这边的芙蓉草呢是白色的，超可爱的，是不是远看很像下雪无人的样子，圆滚滚的，好可爱哦。是加码，是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小心经过发现的。这边有很多的花，松柏跟飘逸耶。你这是私闯民宅吧？哪有，这边明明就叫做名园庭园美术馆，人家说可以免费参观哎。那我们就来看看有钱人家长什么样子吧。旅行也长了很多知识，而且呢，我发现彰化真的不只是肉圆而已。我们这一趟特别玩的田尾这个地方，还是台湾的花卉的故乡哎。那上次我们才去过芒果的故乡嘛，无意间又被我发现到了一个新台湾，那个花卉的故乡。对啊，那很多人说现在不能出国哦，不能去日本，很可惜。可是你可能都没有想到，很多台湾的美景你都还没有看过呢。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看看美丽的台湾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那有什么私藏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好，那还有其他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也记得要订阅哦。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